大家好，我们第一段是古诗。古诗是中国最早的诗歌风格。古诗是中国古诗风格的源流。古诗存在了几千年，但是还没变化。古诗有固定的结构，有四行，每行有五个字，大部分的古诗有大自然的美丽。飘，船飘在青湖，深山听瀑布，牛条去水面如没有。20世纪初，中国诗歌开始改变，诗人开始用白话，而且没有固定的结构。早期新诗发动了一个新的文学革命。诗的大海，写诗歌吗？啊，好像打鱼一样，把你的网抛在大海里，迟早一位。不到一条。这段是这里是西方影响的休息。那早期新诗是一部分的哲理诗，早期新诗有白话和西方的思想，哲理诗有更多的西方思想，哲理诗让读者想一想。西方这里的大问题，比如说生活的意思，还有存在主义的问题。好，这首诗叫一个约会。城市虽然繁忙，而世界死气沉沉，公园没有玩耍的孩子，街头没有音乐，你走来走去，不要抬头，不要想，有一个约会，你已经迟到了。这一段是现代化，这里是对老百姓很难明白，这里是很深刻，但是也很难明白，所以现代诗是
老百姓的诗歌，这个这就是代表工人的权利。我们有一个小视频，你可以回来，可以回来。Can we turn it up here? I drink your milkshake. I drink it up. This is it. Sure. So, this is called渴望.毛泽东的时代，知识分子被人民群众压迫了，人民群众崇拜毛泽东，所以新民革让他们积极的崇拜他。我的诗就是伟大的领导人。从前人民被压迫，政府官员都腐败，彻底逐出洋鬼子，一起崇拜毛泽东，天下毛主席最强。痛苦劳动都抛开，同志一起进一步，帮领袖保家卫国。
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知识分子，特别是知识分子诗人，被政府压迫了，所以过了几年，他诗人对政府有很不好的感觉，所以诗歌就代表诗人的痛苦，回不去。太阳曾经被月球吞进去了。太阳第二次升起的时候，我已经变了。我的嘴想说话，但每一句话卡在咽喉里。手要写字、绘画，但就像却仍然空白，眼睛看不出美丽的颜色，过了几年我灰心了，只想归回以前的我。我看年轻人的时候，希望太阳不会再一次被月球吞了。好。